底有，有，这边也有，有的。哎呀，别忘了啊，晚上八点打开抖音抢红包啊，最高8888元。媳妇儿，不好了，媳妇儿。哎，回来了。天哪！哎呀，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漂不漂亮？媳妇儿，看看看看。过年了，我给咱儿子买的辉山马瑞好奶粉，珍稀娟山奶源，100%自营牧场、哎。这奶粉太好了，我小时候我落不着喝，我要是能落着喝这个，天天喝，我这大个儿，我现在还能长一尺。光有儿子的呀，我的礼物呢？有你的，给。哎、还真有啊，看这小裙子多好，表现不错，试试。这跟你平时的眼光可不太一样啊。不是我的眼光啊，是我跟我的秘书小娜啊逛了4个钟头的商场才给你挑的这个小裙子。哎呀，这是给我买的吗？咋不是呢？我能塞进去吗？还真是呢。小娜替她试的时候可好看了，又清纯又可爱。他这一比量怎么那么可怕呢？什么情况？钱顺芳，哎，你怎么那么可恶呢？退了去，别退，人小娜挺辛苦的。你退了去，不是人小娜，那你给小娜买得了呗？给我干啥呀？拿走，住手！顺芳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大过年的，怎么又招人家二米生气呀、啊？大姐夫，哎，你给我评评理，你看看，这是钱顺芳携他女秘书逛了4个小时的街给我买的衣服，我能穿吗？